今天来带大家逛一下这个 Yorkdale 这个 shopping mall， 实际上是多伦多利润率最高的一个 shopping mall， 它里头有好多奢侈品的牌子，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普通牌子嘛，但是大牌子有居多。里头还有一个小 HR 的店，里头也是卖一些奢侈品的。这里头呢，汇聚了国际品牌的一些旗舰店吧，比方说有 Canada Goose， 就是咱们的这个加拿大鹅。当然进去之后，加拿大鹅那个店呢，每次都要排队，就比较蛋疼。实际上买的人最多的应该也是国人吧，国人太有钱了，是吧？这个 Indigo 呢是一个书店，里面呢也有一些电子产品的，不过主要还是关于书籍有关系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栗子也是卖帽子。还有加拿大最著名的这个 Sport Check， 是一个连锁商店。这里面也相当大的，里面呢主要都是一些运动的东西，夏天的冬天都是卖不一样的东西，有些季节性的，夏天比方说卖自行车的地方，冬天呢就会卖一些滑雪滑冰的，还有包括这个H&M、优衣库，这些里头都是卖些服装的，我就具体就不进去了，因为这些店都是大同小异。然后这边呢，支持用，可以看到这个 guest service， 好多这个银联的活动啊。说明中国人的这个购买力还是相当强的。好，这边是优衣库，优衣库旁边是无印良品，这些店都是也就是最近两年才新开的，才流行到加拿大这边。我觉得价格还可以的，稍微有点小贵，但是还可以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，比方说这种虽然不认识吧，看着就很高档的这种西装店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牌子非常屌，它是卖厨具的，里面全是一些非常高档的，价格非常高的一个厨具，也相当于奢侈品系列了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来自蒙特利尔的牌子 Macach， 也是卖那个大衣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女生非常喜欢的叫 Lululemon 的店，Lululemon 卖一些保暖内瑜伽的东西啊，内衣啊，运动衣啊，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 Canada Goose， 这个我带大家自己来看一眼吧。
我选的周二的上午。有些是不同超市，反正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吧。觉得这个好看不好看是另一回事，但是它挺暖和的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，叫始祖鸟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如果你喜欢户外登山滑雪啊，这就是应该是顶级的一些服装了。这还有一个 Moose Knuckle， Moose Knuckles 的也是跟刚才的故事差不多，也是两个半斤八两吧。我看到故事在中国的国人眼里还是非常不错的牌子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 Rose， 这个也是比一般牌子稍微贵点，比 H&M 那些牌子稍微贵点。嗯，去看一眼。打算回国去买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毛线裤子的。Hi, how are you? Promo for markdown one, additional 30% with the markup price, okay? You have any promotion on these sweatpants? No. No?刚才买了点准备送人的嘛，我觉得这个牌子还是质量挺好的，是我穿过这么多衣服里头质量最好的吧，挺耐洗的。我接着逛咱们的 Yourstyle Espresso 还有新秀丽，然后这边呢就是HR， 里面就是卖一些奢侈品的东西嘛。然后这边还有路易威登、宝格丽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名牌，估计在这边，还有一些珠宝啊、手表啊。凯蒂尔，这边就我就不去带大家看了，我也可以看一下。
这边呢，基本就是还是一些名牌嘛，像什么香奈儿啊、GUCCI、Prada。反正各种级别、各种层次的吧，还比较全面的。这边还有一个 Longchamp。这边要开一个迪奥，还有一个芬迪，还没开，2019年的夏天开。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咱们的苹果店。我现在是星期二的上午，所以人呢比较少，没那么多。那过节假日的时候，周末这块停车场都是非常紧张的。但是微软显然就干不过苹果了。我觉得微软这些店开的还是挺失败的吧，没有苹果那么屌。包括一些加拿大的通信商啊 ，Rogers Telus Bell， 简称 Robus， 相当于就是抢钱的加拿大的这个通讯的价格呢还是非常高的，应该在全世界也是位列前茅的。包括这边有个劳力士啊、欧米伽呀这种手表牌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Sporting Life， 它是卖也是卖体育商品的，也有卖 Canada Goose， 它的价格比刚才那个 Sport Check 呢高一点。这个 Harry Rosen 也是卖一些高档服装的吧，西服，也有卖 Canada Goose。 还有这个比较骚气的维多利亚的秘密，
它的一个附属品牌叫做 Pink。 这边呢在前两年好像开了一个Cheesecake Factory， 也是一个饭店吧，糕点店啊，也有些饭什么的。逛这么大圈基本上已经逛完了，然后呢我要去 Shoppers 买点东西， Shoppers Drug Mart。 你是卖一些化妆品啊生活用品之类的。好好吃，咱们今天的 Workout 呢就逛完了啊，大家下期再见。